大家好，我是萨勒大学校长陆高清。这次辞旧迎新之际，我们迎来了充满希望的龙年。在这个新的开始，让我们共同迎接和拥抱它带来的无限机遇。这个时刻象征着重新开始、欢乐和希望。愿每一位朋友在新的一年里享有健康、财富和幸福。我谨向我们的学生、员工、校友、合作伙伴和朋友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祝福，让我们共同珍惜这个团聚和欢乐的美好时光。在充满活力的龙年里，让我们携手并肩，展现善良、勇敢和远大的志向。我们迎接新年，不仅仅是庆祝一个节日，更应该为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努力。愿龙年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